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7号星期四，农历是4月15。好，今天呢是卫塞节啊，让我们纪念我们伟大的佛陀啊，这个诞辰啊，伟大的佛陀给我们人间带来了佛法啊，我们非常的怀念我们伟大的佛陀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。师傅帮同学看一下图腾，一个是1989年属蛇女的，最近换了一个工作，压力很大，然后忧郁症加重，要自杀。家里人已经许了300张小房子，然后请师傅看一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哦，她不是身上有灵性的问题了，她碰到感情问题了。哦，感情问题啊。这个感情问题并不是单单的男女之情，就是在单位里碰见跟人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摩擦呀。哦，好，那师傅他家人给他许了300张小房子，稍微好一些，但还是很严重。然后是啊，你要叫他看，叫他听白话佛法呀。哦，好的，开着让他听呀。会有能量加持的呀，让他讲，让他听呀。哦，好的，那师傅他那小房子够吗？300张？先这样。应该够。听着呀。好的，那放生要多少，师傅？像这种女孩子嘛，最主要的问题眼睛不要不要放光呀。放电呀，你要然后嘛，自己刚刚到了一个单位，哎呦，拼命的表现。你这个东西马上就有压力了。要学会低调呀，人活在世界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低调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感恩师傅。好。师傅请您加持他，因为那个师兄很精进，是他女儿。没有办法的，女儿是女儿，他是他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然后接下来师傅有一个是1966年属马女的，她得了乳癌，地址证是21936的，乳癌27，然后她决定明天手术，她想让师傅看一下，就是她需要多少小房子，多少鱼。鱼的2000条。好吧。叫他不要有想法，有什么关系的，身体都不是自己的。明白了吗？身体哪个部位是自己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了，这么大年纪了。对不对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没了嘛就没了，这身体人的肉体到最后的就是都会还给这个白骨一堆呀。不要想了太多了，你本来就清修的孩子。对不对呀？这样更让你懂得清修了呀，对不对呀？你不会随随便便再去献嘎嘎了呀，跟人家男人做这种事情，你自己会有自卑心的呀。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也是让你守戒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呀。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只能做手术拿掉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跟你讲的，我现在都看到了。菩萨保佑他，医生医生不错的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吧。那师傅他说他是不是为家人背业而导致的？为家人背业20%呀。哦、自己的业障爆发有50%。还有嘛，自己这生当中做错很多事情。那么30%。好吗？好的，让他听录音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最后请您看一个亡人吧，叫钱慧珍，钱是金钱的钱，慧是智慧的慧，珍是那个珍宝的珍。2019年往生的女，已经念了2800张小房子，不好啊。他这个业障重的不得了哎。他是为什么念这么多还不好啊？像他因为走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。是突然之间被拉走的，师傅突然之间走了，离84岁生日还差几天走掉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，师傅？还在中阴身啊。还在中阴，飘来飘去啊，孤魂野鬼啊。还在中阴身。好的，那我让同学那个听录音。那还需要多少小房子，师傅？800张吧。好的。好，所以说他经常去叫他女儿的名字。不好、啊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那今天就问到这里，同修自己也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师傅保重身体。再见，师傅再见。再见。
喂，你好。啊，喂喂，感恩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能听清吗？听听，讲吧。请师傅看一个1968年属猴的女师兄，请师傅看一下她的身体，感恩师傅。我觉得你们几个人最好帮人家问，不要问来问去都是你们自己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对不起师傅，都是你们几个轮流在拼命的拨打，人家真的要打吗？打不进来了。嗯，对不起师傅。如果你帮人家问嘛，就是蛮好，如果自己问的话，不要整天打了，给人家点机会呢。哦，我是帮师兄问。 OK 师傅。好的，讲吧。一个1968年属猴的一个女师兄，她身体不太好，腰也不好，肠胃也不好。对对，是的，肠胃。对，嗯，对。好了，请师傅看一下她的心脏。哦，心脏也不好。哎，对，她胸闷，很厉害，哦，很厉害，而且手还会发麻。嗯，对对对，师傅，是的。嗯，你叫他当心啊，他有血管要堵住啊。嗯，哦，叫他要第一晚上睡觉之前要喝点水。哦，不要血凝度太高。第二他要吃丹参片了，赶快吃丹参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那请师傅再看一下他的腿，他的腿好像就是也是挺严重的，就是站不久。嗯，就是血液循环出问题的呀。他的 脑神经已经血流量已经很少了，所以他的腿也会抽筋，而且会发麻。然后呢，坐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，他就不舒服了。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师傅，嗯，说的太对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嗯，那请问师傅，还有他那个脑子，他说他脑子好像就是以前造过业呀，还是怎么？他脑子就是记忆力特别不好，容易忘事情。很厉害，就转眼就忘。哦，脑子血流量也不够。对对对。你叫他要吃卵磷脂啊，赶快啊。哦，好的，好，会让他听录音。你告诉他，卵磷脂是增加脑细胞的呀，因为脑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只会少不会多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请师傅看一下他。这个1968年属猴的女师兄跟那个1990年属马的女师兄，他俩之间的冤结很重，就几次那个90年属马的女师兄把那个68年属猴的女师兄给气哭过，请问师傅他俩之间需要怎么化解？念一万遍姐姐咒嘛，就化解了，一人念一万遍。好的好的，感谢师傅。这种都是小事情，这个不是大事，最主要问题，那个人的血液循环有问题，要真的当心他中风了。 小中风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会让他听录音的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68年属猴的女师兄，她出家的缘分什么时候能成熟呀？师傅，她一直在求这件事情。没那么快。哦，至少还有两三年吧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看一个亡人李欣，欣是三个金，完是男，2020年往生，请师傅看一下他现在在哪儿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什么李欣欣啊？李欣就是三个金的那个欣，就两个字啊？他？对对对，两个字，叫李欣男，2020年往生。叫李欣，不要把男放进去，好不啦？啊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他在阿修罗道。哦，还能再往上推吗师傅？有点累。哦，好好，请师傅最后再看一个亡人，是夏庚替，就是夏天的夏，是庚子年的庚，替是女字旁加个地，而是2019年往生，请女师兄，请问师傅他现在在哪儿？哦，厉害，无色界天呢，很快要，很快要超出六道了。那现在能怎么做能帮他超脱六道呢师傅？不知道，你现在先看看他在无色界天上面，就是超脱六道了。好好的好，感恩师傅。很快了。嗯，叫他
叫他求求观世音菩萨呀，帮他求求观世音菩萨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对不起师傅占用大家时间了。好 好了、他们各自业障各自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再见，师傅保重法体。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喂你好。喂喂啊，师傅好。请讲。师傅，那个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卷您的喉，然后那个左乳房现在不太好，喂，在看呢。哦，对不起师傅。有灵性啊。要六十几张呢。对不起师傅，要至少六十，先念六十五张小房子，要烧六十五张小房子，有点激活了。好吧。那师傅，这个现在就是目前是不用做手术是吧？做手术的概率是60%，现在不做手术的概率是40%。师傅，那个礼佛要念多少？然后怎么忏悔？礼佛要念180遍的，慢慢念吧。是针对起因这方面的是吗？是啊。好，感恩师傅。这个不好，因为很清楚的那个灵性在上面的。好了。师傅能再问一个69年属鸡的吗？他那个就是想问一下身上的灵性有没有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女的。女的。他不是太好。情绪啊，感觉啊，感情啊，各方面都不是太顺利现在。是的。压力很大。颈椎也不好啊，最近。叫他要念，叫他要念如意宝龙王陀罗尼啊。好吧。如意宝每天都要念是吗？要念，最好念10000遍。10000遍。好。好吧。他现在要想顺利，他想顺利，就是念这个经吧。好。感恩师傅。师傅，那就是我妈妈，她现在就是这个上次师傅看说肠粘连的问题，那现在师傅看一下她这方面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吗？什么叫肠粘连啊？什么肠粘连？肠粘连就是那个大肠这块。肠粘连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9年属鸡的。感恩师傅。叫他要坚持吃那个香砂的呀。香砂养胃丸。要坚持的呀，要吃一段时间了。好。至少再吃2个月，能够保持它稳定一点。好吧。好。它主要也是过去的呀，过去那些不好的那些吃的东西粘在肠子上太多了呀。是吃的活的很多。都跟死肉跟活肉长在一起了。好了好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自己让自己背。感恩师傅。喂你好。喂师傅你好。你好请讲。喂师傅。喂师傅。哎你好师傅。感恩观世菩萨，感恩师傅，第一站师傅请安。请师傅帮忙看一下一位同修，59年属猪男，看他有没有灵性。有啊，身上有灵性啊。经常要发脾气啊，经常不开心啊。是的是的。哎。是的是的。对的。是的。头发无名火。无名火很大。而且他的。是的。而且他的那个血压也不稳定啊。那血压不稳定。好的。那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小房子63张。63张。好的。他这佛法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的。就是有时候很努力，有时候不努力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感恩师傅。师傅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他那个灵性
他的相貌是怎么样，因为他的他有父亲和哥哥姐都过世了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9年属猪的。额头头发比较少，一个老人家，一个男的，眼睛不大，眼睛不大，鼻子还蛮高的，好吧，好的好的，感谢师父。你去跟他说，可能是他家里的亲人吧，应该，因为师父看到他好像跟他盯着粘着他蛮厉害的，好的好的，感谢师父。还有就是说他房子没有灵性啊，然后他说他家里冰箱一直在响，是不是有邀请者？有啊，念19章先试试看吧。好的，19章。还有他的老婆也是同修，但他们俩经常吵架，然后请师父看他几句。念一万遍姐姐咒呀。哦，好的。要化解冤结的呀，老婆跟老公们都是冤结呀，没有办法的，无缘不来呀。不是来讨债就是来还债的呀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，明白了。然后他许愿的一次修成，然后但也是就经常遭口业，然后经常弄考先考不过，那是灵性导致的吗？男的，就是这个男的啊，对，这个男的，59年属猪的，是的。这是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，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的，遭口业还经常梦考学音不过，很麻烦。这个人已经地府给他已经挂号了，他如果有劫的话，他会过不去的。我看过好几个人，下面给他一挂号，等到他一个九字一个劫的时候就死掉了呀。他老婆知道也救不了他的，像这种只有自己觉悟呀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还有他就是还有这个他曾梦见别人的领带在漏，是不是他的功德有漏呢？他什么？就他曾经梦见别人的领带在漏，是不是他的功德有漏呢？是啊，他给人家的功德有漏啊，就是他给人家的功德人家拿不到，那不就是他漏掉了。明白了吗？我给你米你漏掉了，你说我功德不是被你漏掉了？听不懂啊。感恩师啊，听得懂，感恩师傅。可以帮他看一下莲花吗？30268。三什么？30268。30268。在，蛮好的。蛮好的，什么颜色呢？白的。白色的。好了，好的好的，感谢师傅。师傅再帮忙看一下亡人啊，一个亡人，胡月胡，金黄金的金，黄火字旁加个黄色的黄，2017年过世的。火字边旁一个黄色的黄啊。皇上的皇，就是昏黄的黄。黄啊，火字旁。火字旁啊，什么火字旁啊？火，金木水火土的火，一个皇上的皇。旺啊！皇上一个火字边旁，皇帝的皇是不啦？是皇边上是皇帝的皇啊，没有这个字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火字边长一个黄颜色的黄啊，不是皇帝的黄，黄色的黄，辉煌的黄。哦呦，就说辉煌的黄嘛就好了。火字边旁一个呀，辉煌的黄呀，怎么不是啦？辉煌是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感恩师傅，是的，是的。文化没有嘛，就好好听听师父的了，话嘛就讲不清楚。前面两个什么字了？再讲一遍。古月湖，加一个黄金的古月湖，然后一个金色的金。湖金黄。对，是的。蛮好的，很高。在玉界天呢。玉界天还需要小房子吗？还需要，你再给他念点小房子，可以到色界天。好的好的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吗？看一下，给他念74张吧。
77张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能问了不能问了，没了，他问的时间太长了。好的，好了好了，再见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再见再见。同学们，可能同学自己背不了，自己背。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哎，请讲。喂。哎。喂，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哎呀，刚刚在求菩萨，求师傅了，哎，太感恩了，师傅。请你帮一个1978年的女看一下图腾，她是高血压，检查出来可能是那个四个细胞瘤，现在是在医院住着，请看一下什么原因。七几年呢？78年的马女。嗯，她嘴巴在放口液过去，嗯。哦。报应来了，嗯。哎呦，她之前同学梦见还有结，她现在突然就是血压。不好，然后进医院了。嗯，师傅，他需要动手术吗？这个病，你要记住，一个人一直到死，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的。对的。在中医现在有一句话叫与瘤同在，与肿瘤同在也有的。因为很多人死掉了之后，他这个瘤不拿掉也不会影响他死的，只要不激化他，不让他病变。都没事，嗯，病变嘛，你做坏事嘛就病变。你比方说，你过去曾经做过件坏事，你之后就一直老老实实的，警察也不会去查你这件坏事啊，法院也不会查，对不对啊？等到你，等到你又犯上一件事情了，他把你过去的全部再查一遍啊，你原来就是这个，好了，一起算了，听得懂吗？对的。所以有些时候要看自己的年龄、体质。然后自己是不是有信宗教信仰，有菩萨保佑吧，这个都很多的因素都考虑，还有自己有战胜这身上各种毛病的决心吧，而且自己是不是吃全素，这几个因素都要算进去的话，你有的时候中医调料的调帮人家调病的话，很多人活到80、90都有啊，没根本死不掉的。你要是说医生他查出来他叫你开嘛，他当然了，他发现你身上有毛病总归是叫你开的呀。对的对的。啊，你要有的人90岁了，稍微有点不舒服一查，哎，这个病倒没有，其他倒没有，但是你身上发现你好几个肿瘤啊，那么要开吧，那没有激活呀，没有激活又不痛不痒的，你一开好了走掉了。嗯。也有的呀，因为90岁你身体吃不消了呀。对的，对的，明白了不啦？那受他现在是先保守疗法，然后的结合。我觉得要首先看他年纪啊，他几岁了啦？42岁。42岁，他有信佛不啦？他是我们同修，是同修的一个弟子，修了很多年了，很修很多年，吃素不啦？吃的吃的，早都吃了。那么他现在守清修了不啦？清修这个都不知道啊，你就问他没守清修嘛，肯定会出这种毛病的呀。像这种人，哦、像这种人，现在最好的方法马上许愿清修呀。好的。清修的话，就求菩萨保佑啊，吃一点中药，他就化掉了呀。好的。你要想想我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脸上是不是经常长疙瘩啦？是的，我脸上经常长。脸上经常长疙瘩，是不是你的血液太热了，或者血液里边有一种啊这种病菌呀？对的，有毒。那么你经常注意一点，弄弄干净，然后吃一点消炎的药，你是不是脸上会消掉了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说你脸上如果有这种东西长出来，要不要去动手术了？嗯，不用。好了，那里边不是一样啊？你外面都能长出来，里边怎么不能长出来啊？但是医生一查嘛，哦，里面长了一个东西，很麻烦，他就开呀，他有什么办法了？他就开呀。好的，我让他听录音发大愿。那师傅，他莲花还在吗？他是76/18。7/6/18。嗯。还在，死不了。哦。他就是太小气，这个人。一句话都听不得的，哎，这种人活不长、啊。你告诉了一个人学佛的人一定要活得长，就是要气量大。好的，师傅，我那拼命好好改毛病。你叫他好好听了，这个要闯祸的。你要记住，为什么末法时期很多人活不长了？气量太小了呀。
对的对的，师傅一直教导我们要心量跟弥勒佛、大声大声开什么玩笑，气量太小太小、好的师傅，气死了，他很多人就气死了，气死了。好了师傅，你再看一个1956年属猴的男，他是膀胱肿瘤，之前呢做过手术，然后又复发了，他想看一下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。邪淫导致的。对的，我跟他说肯定是邪淫导致的、他现在就是家里人就他一个人修，他60多岁了，就一个人拼命的坚持，相信菩萨，吃素了不啦，很努力，是的，也发清修了，也清修吧，要有欲望的时候就叫他念观世音菩萨呀，而且要叫观世音菩萨帮我消除身上的欲望呀，要讲的呀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，我告诉你，好吧，观世音菩萨太灵了。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他放生的这个56，86放生的，放生5000条，慢慢放。哦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刚刚那7、8年的女孩需要多少小房子放生呀、他比较多一点，89张。啊，放生的。放生不多，2300条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您再慈悲看一下1968年属猴的女，她的业障比例和图腾颜色。1968年，女属猴的，业障比例26，图腾颜色呢？属什么？属猴的，图女，白的，白的，图白的。哦，他的莲花在吗？750号莲花，对的，蛮早的。七什么？750，在，不是太好。哦，遭过口业，懈怠过。哦，好的，我让他听录音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很好了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祝你保重身体，我爱你师傅，再见再见，我爱你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